来欢迎第二位客人，欢迎光临。哇，刷车子，请问大家要那个洗车吗？可以吗？我一定很多人想给你洗。你还可以兼职哎，真的，你不错，你这兼职，人家想说你这像洗车，是想跟你搭讪。对，为什么想跟你搭讪，因为你穿得够亮眼，够漂亮。哦，对，我要跟你搭讪，我一定要讲一些有的没的、啊。不，十个人都称赞你好看，我怎么吸引你注意？而且现在尾牙季哈，这件一出现，大老板全部这个有重，这个有重，这个对这个有彩头哎，红色的，这些身材好像都被包住。没有啊。有腰身呢，你看一下侧面，你看有腰身呢，这边已经这样子滚起来，而且后面整个大露背窝的老爹，而且它材质会让你整个若隐若现。你看这个材质非常的不亲肤，你看它的腋下已经开始过敏了，有吗？对，然后红掉了，红掉了，你看红掉了有没有？没有，这个是你昨天本来我记得是拉拉队，拉拉队。你看你这个如果有质感，你可以主持大型的晚会，是是是，平常小型的活动跟人家接触又可以亲密。而且我是个人建议你真的用买的，因为这个我们平常店租金哦是九成，对，所以10000块你要9000块，那要买了10000块，你要想好哦，我们这个衣服材质买回去你没办法洗。你看你主持因为一场尾牙之后你会流多少汗，但是流完汗之后你只能穿一次、啊、我们可以去洗一点洗、欸、不好意思，我们女生的汗都是香的，我们不会流汗，臭男生臭男生，老板娘我记得你的汗蛮臭的、欸、你也闻得太近了吧，你怪怪的，你怪怪 的，我们在同一个地方，我们潜规则过，这个纱的颜色比较少见，真的蜜桃橘又带一点带红，因为一般都是要么很红要么很橘，比较 cheap 比较俗艳，对，但是这个颜色很特别，很显白、啊、请问你买单吗？买，刷卡一分钟耶、yeah! 第二位艾如看我啦，那其实我买东西呢就是蛮矛盾的，因为其实我都会精挑细选，但是如果呢那一间店是我喜欢的风格，我就会在那间店买到底的那种，所以对，很你现在身上穿的跟你这个白色这一件是同一家哦，不同家，这两个不是，但他们风格那么像，风格也是有点像，风格都会走易燃，你不能走在或站在旁边的人在抽烟，对，你不能经过吸烟区，哦，这个会很吸这个烟，对味道啊，或者是不能去吃烧烤啊，一个火苗上来你就砰，很危险，整个燃烧。那其实我身上这件那时候本来是想要租，所以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，他就是说，哎，其实租跟你买的价钱差不多一点点，那你要买回去，是真的你的故事哦，真的就是我。我是线上的，你很厉害耶！因为我之前是去买尾牙的衣服，他都会跟我讲说要不要直接买，因为租的话是收7-3成。那尾牙像你们这样子的年纪，都老板都会喜欢看，对，就是这种要短的红的，对对对。那我想问，当初买的时候有那个腰封吗？当初买的时候，因为我那时候也没有配腰封，然后也是老板加腰封给我之后，然后我就再买腰封，怎么样？然后我才说，哎，好像 OK。因为拿掉就真的不行啊，真的。但是他本人其实真的没有腰封的，这个是另外买上去的腰封，很加分。他如果真的是沐浴球的话，那个如果你拿掉腰封，大浴缸有没有？看一下拿掉，整个游泳池很快就起泡嘞。自己在游泳池，你觉得？我觉得很开心。其实还蛮好的，这个真的是。我必须老实说，没有腰封比较时髦。嗯哦，没有腰封比较时髦，有腰封显腰身，对，是一般现在时髦的穿搭没有在追求腰身这件事，真的，这样很可爱，你这样很像在很像伸展台上面的，对啊，因为他们就是顶着前面这一片，然后就是很有态度，对对对对对，而且会觉得它好干净哦，但我有点矮，不会不会，这看起来比例也很好，这个你的比例这样，你买多少钱？这应该要1万吧？对，我记得我说买1万，应该要1万多。可是你把它放在时尚的衣服，它10000多就是有设计啦，对对啊，就是它穿起来可能效果比较特别，而且它不太会撞，对对对对对。然后这一件呢，看起来很好看吧？你们也会多看一眼的衣服吧？这件好保利的，可是我觉得穿起来也是很易燃，穿起来蛮美的，我有穿起来照片跟大家说为什么太性感了。胸部它就直接压在下面，而且它是下南半球，可是我觉得是我错，因为就是可能我自己身材的关系，但是它其实是很好看的。但我那时候在店里试穿的时候，然后我一穿出来，那店员就说：“天哪，这件衣服真的只有你可以驾驭。”他说：“你这样太性感了吧，就是大家不放心，就是在你身上了。”这个你有穿出门过吗？还真的没有，因为这个很容易走光的，我要出门的时候想一想，还是把它换下来好了。我就觉得我
你是身材本来就那么好，还是那他压着让你显得好像很大？他会刚好撑住吧。他身材其实本来就不错，然后他背很薄，对，他背很薄，很薄的，就是没有什么空间可以放。不是薄啦，他背很浅，对，很浅，他有点厚度，我觉得很适合露骨感的女生。对，要平胸。对，这样看其实上半身没有穿衣服，有点像没穿哎，这样看其实有点，因为形状都很若隐若现。对啊，但是这件衣服其实很吊诡哦。因为它在这个胸下身体的位置，太瘦的女生穿起来是不好看的，对，松松的，可是太瘦的女生又没有胸部，所以会这边会撑不住，所以这件衣服本身结构正常来讲应该是肉一点女生穿才会好看，可是她的罩杯太浅，所以你可以给 Amanda， Amanda 这件瑶瑶穿应该会掉下来， Amanda 会变水晶脚吧，所以她的罩杯要处理一下，她罩杯要处理一下，因为她这个板子有点问题，对啊，应该会好一点，换个罩杯。把这边大改，感觉要大改。没有，应该是罩杯的地方加工一点东西。对对对，加一点上面，就往上再起泡往白色，对，再往上一点，对，把这个加上去之类的。好，所以我觉得你这件还可以救，就是要大改就对了。嗯嗯，我一定要讲一下，就是大包现在很流行的。我真的觉得店员，这个店员真的很会讲。我又是这是我在机场然后看到的，但是其实我那时候进去这一家就是巴黎世家，我不是要买他的。大包，我是要看那种就是，比较小的，就是更小一点的，或者因为你个子比较小，对，其实我不能不太能买这个大包，这个只有朱雨萌可以用哦，朱雨萌，我跟你讲，他用已经超好看的，他怎么会买？后来，后来呢，就是因为那个店员说了一句话，他就说。他就说：“你穿上业绩好的牛，哎，你蛮好，这样蛮好看的，真的很好看，卖给朱雨萌，卖他，因为我155，所以对我来说真的是超大的，而且，但我跟你讲哦，他就跟我说这可以装很多东西，然后我那时候想，哇，我就是想要装超多东西，你看，我跟你讲，他就打开，然后这边这样子，哇，超大，哎，这当工作包，哎，这可以，对，这个装小孩什么的吧，真的，这么大，还有回音吧？你买多少钱？回音。”这就是巴黎世家，我也忘记，好像12吧，还是好了，一万收了，不要，一万二了。然后他还跟我说，哎，你这很多背法，他真的是这种超多背，他说你可以这样拎，谁会这样子拎啊？垃圾袋啊，他们真的流行垃圾袋啊。对啊，不是他重点是我买的原因，因为我那时候真的还是觉得太大，因为我就觉得我想买小那种中型的，因为他这是大型的嘛。然后他就说，我跟你讲，就是要这样背，而且那个谁，王静也是这样背的，王静，他说他也是买这个 size， 然后就哎。王爱，因为他个子也不大，对，他个子也娇小。他说：“我觉得你可以走跟他一样的风格。”然后我就马上买了，所以最后直接买了。是王静的粉丝，对，而且他那就刚好讲中，然后我喜欢，然后而且他刚好就是那个时候他没有在架上，他是从里面拿出来。对，那我在看老半天，然后他就说：“等一下，我偷偷拿个东西给你。”然后他就说：“哦，这个我们没有放在外面。”但是后来我朋友就跟我说，哎，他们去逛外面的那个巴黎世家，然后他们家上都有放，然后我就想说，看到你来不来？对呀，到底对啦，有啦。然后而且这个链子你背重的东西，其实这边都 OK。对呀，是只能冬天。那适合有健身的人，对，可以当工作带啊，卖出去卖出去。我看很多男生背，我看很多，真的很潮的男生，他们穿巴黎世家的那种。垮裤啊，很大，很好看，是吧？好啦好啦，我买的 ，OK 啦。